是什么？是一只熊哎，好可爱哦，而且是我喜欢的颜色哎。这是什么？脏脏的。哎，没关系，洗一洗就好。万奥尔好了，万奥尔，万奥尔，说说全世界你最喜欢谁啊？当然是小主人你啊。那你的主人是谁？是不是全世界最可爱、最美丽的安安呢？当然是啊。那你说说你前一个主人是谁？这个主人，好啦，不要伤心，你还是有我的、啊。
个。真的吗？哎，赶快试穿啊，我想看。好吧。完了，现在要去试穿衣服的 Banana， 他会在买完衣服的一个小时之后，抱怨他的身材比不上你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因为你是谁啊？因为你是神吗？可以预测这些事情？不要再跟我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不好？ Banana， Cherry。喂 ，Cherry 吗？好好好，我先去。你昨天有看到 Banana？ 他走进那间。等一下 ，Banana 是谁啊 ？Banana。谁啊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朋友啊，我很清醒。他，我们三个昨天还一起去逛街，然后他走进试衣间，他就不见了。然后我叫你，你也都不理我。啊，你最近怎么怪怪的啊？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我明明就有看到。好了好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太累了啦。怪不然后怪事就一堆。